原神水系角色大开会，今天讨论的主题，谁是玩家最爱的水系角色？我弃权，玩家都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内鬼，这还有人喜欢我吗？你少得了便宜卖乖，是个玩家都有你，还不高兴？要说我才是最可怜的，放在长珠池子，一歪到我就被骂，我真委屈啊！我才是真的惨，你这属于黑红，而且那次核爆没有你啊，你偷着了吧？谭姐，咱们四星角色要认命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被玩家称之为六星水神的。就算你是八星水神，你也是一个冒牌货，还不来参见水神大人。虽然你是水神，但就玩家最爱的水系角色来说，还真不一定是你。飞云二公子，我叶兰支持你，必须把最喜欢水系角色留在璃月。那我是璃月的人吗？现在咱俩统一战线，等开完会我们的事情再论。我刚上线的时候被吐槽关锦鱼，现在我又能又能奶还能扶，谁还敢提关锦鱼？你们争吧，我就跳舞就行了，旅行者们必定被我迷倒在裙子底下。逆路之小姑娘手段太过于毒辣，这男旅行者们怕是顶不住呀，看来我要祭出大招了。出来吧，神里灵花，看在我妹的面子上，旅行者们不得给我这大舅个点机会吗？说到底我是水神，最爱的水系角色肯定是我。话说那维拉特呢？